二少爷为葡萄考虑，换下了所有的熏香。他昨天睡得晚，现在还没起床，想必律师小姐挂念昨天的情况，我这就去叫二少爷。这么早就到了，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？要不是温晨打电话通知我，我还得多等一会儿才能见到你呢。猫？那倒没有。你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养一只啊。怎么了？这里应该有什么？陆公馆里没人养猫啊，康伯他们也没有跟我说过类似的事。
估计你碰到的那只是其他人养的猫吧？紫色眼睛的猫，就是它。哼，我看到了。哎，这是。二少爷，需要我把他弄走吗？哦，别伤到他。好的。二少爷，我好啊，你小子想谋财害命是不是啊？嗯，别狡辩了，你刚刚做的好事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家律师就在这里，信不信，我这就让他把你就地正法。没，那，呸，哎，没有伤到，就是吃了一嘴毛。二少爷没事就好，请把它交给我吧。文臣，我命令你快点找到他的主人，把他送走，越快越好。你怎么只关心他，都不关心我呀？
姐姐，我这么大的人就睡在你面前，你都不想做点什么吗？谁跟小猫置气啊？我是说，你得过来跟我一起照顾它，不然我可不能保证能把葡萄养好。哎，你。你看他。嗯，听你的。你倒是舒服。你个胆大包天的葡萄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哼，我就不信猫罐头拿捏不住你这只小小猫咪。快看看这是什么。我就知道。葡萄，你等着。这是一块 Prime 等级的牛肉，这种品质的牛肉只能进口。康伯用的料理方式既保证了鲜嫩的肉质、充足的汁水，又保留了它原本的风味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我给康伯打了下手。
我就知道你拒绝不了牛肉的诱惑。葡萄，啊，葡萄，你别动！哎，我哪知道这个祖宗想什么？嘿，葡萄，商量一下，你安静待一会儿，让我干点正事，好不好？那就这么办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都是你爱的玩具。陪你玩一会儿，然后你乖一点，好不好？他可没这么容易被讨好。很好，葡萄，保持这种状态，越久越好。
哎，葡萄，你真是一只难搞的小猫。算了算了，我不看资料了，我看着你还不行吗？姐姐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我猜得不错，葡萄只有在你怀里的时候才最听话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怎么会跟他一般见识啊？康伯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葡萄没有主人？是的，二少爷。根据调查，别墅区里没有葡萄的主人。你是说葡萄是从别墅跑到别墅区的？似乎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推测。调查显示，葡萄确实居住在别墅区很久了。根据知情人的叙述，葡萄隔一段时间便会造访他看中的别墅，住一段日子，他就会自行离开。喂养过葡萄的人也只是以为他是回家去了，并无深究。哦，原来葡萄是一只流浪猫，还过得不错，一直有人照料。哎，了解到葡萄的情况后，好几户照顾过他的人家都表示愿意正式领养葡萄。看来葡萄的主人只能通过多方沟通才能确定下来了。啊！葡萄刚来这里的时候就做过身体检查，他的年龄和身体条件确实能够满足绝育手术的要求。
葡萄绝育。哎，别走啊，葡萄。二少爷，需要帮忙吗？康伯，你去忙吧。这次，我要亲自抓到他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放心，这回葡萄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
哎呦，葡萄，真狠啊！被姐姐这么一关心，好像一点都不疼了。别着急嘛，有件东西想给你看看。你忘了？这是上次在画室给你和葡萄画的肖像，我为他定做了一个画框，刚好昨天到了。现在我们把画装裱起来吧。啊，我记得昨天是放在了葡萄。还好照着画布，不然葡萄就已经在上面添了几笔了。那是因为作画人和画中人想的是同一件事。虽然他总是气我，但想到他就要走了，还真是有些不舍。
瞧你没出息的样子，我们会经常到你的新家去看你的。我就知道，我也要。不行，我不要松开。我就知道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不许看他，看我。我就知道，不许看他，看我。